管去什么地方都要来作伴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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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扬起风帆就要出发。嘟嘟嘟，开向我们的秘密基地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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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满梦想欢乐起航。嘟嘟嘟，载着我们的甜蜜回忆。哇，蝴蝶姐姐，我们今天的节目。绝对有，那节目中会不会？保证会。节目里是不是？一定是。嘿嘿，小朋友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吗？我们是在说今天的节目绝对有惊喜，保证会开心，一定是你最喜欢的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唱歌跳舞，动动脑之后就会知道答案喽。啊，花花里面藏着惊喜，快来找找真有趣。悠悠喵森林欢笑等着你。嗯，咕咕咕，秘密你找到了没？还没。娃娃，你找到了没？哎呦，香菇长老的寻宝游戏实在是太难了啦！对啊，不知道他把宝藏藏在森林的哪里呢？耶！太阳哥哥，小朋友，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？彩虹姐姐很漂亮哎，不过我也有。哇，钻石哎！你们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啊？对啊对啊，我们从昨天找到了今天，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，而且肚子还饿扁了。啊，好心的太阳哥哥，美丽的彩虹姐姐，拜托，请告诉我们宝藏到底在哪里？就在山洞里，不过那里很黑。你们敢进去吗？嗯，很黑。我才不怕黑呢。呱呱，你真的不怕吗？那你的脚怎么抖得那么厉害啊？我哪有啊？你的手才是一直抖个不停呢。娃娃，娃娃，娃娃说有一位很厉害的人可以陪我们一起去哦。真的吗？在哪里？赶快请他来帮忙。娃娃，娃娃，天生爱说话，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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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说话，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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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哗会说话。一
起来看看娃娃请谁来帮忙呢？哎，是采矿工人。这一位矿工手拿着锄头，还有铲子。哇，要是有他帮忙的话，就算香菇长老把这个宝物藏得再深，我们也一定都找得到。对耶，有了他，就算再恐怖的山洞，我们也不怕。哎，那咪咪，我们现在来帮自己加油打气一下吧。嗯，一二三，呱呱咪咪娃娃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咯咯咯咯咯。啊，娃娃说少了一个重要的装备，没有这样东西，矿工他也不敢进去啊！少了他也不敢进去的重要装备，那还得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娃娃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娃娃，你是开心吗？还是生气呀？变来变去伤脑筋。娃娃，到底缺少了什么东西啊？咯咯咯咯咯。哦。这些东西都会发亮哦，小朋友，我们仔细看一看。一号，工作帽上的头灯；二号，看书的台灯；三号，路边高高的路灯。嗯，好多灯，我眼睛都花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帮忙找答案。矿工需要用到的是几号？一号啊，是矿工工作的时候会戴在头上的什么灯？帽。小朋友的意思是帽子上面的头灯。赶快来变变快乐魔法，就会找答案喽！快乐魔法，快乐魔法，变变变，要把答案变到你面前。快乐魔法，变变变，快乐魔法，变变变。真的是一号头灯吗？我们一起大声说：快乐魔法，快乐魔法，变变变！哇，真的是头灯呢！你们答对了，耶、yeah, ！太棒了 ，bling bling bling！ 这个头灯上面的灯实在是又酷又闪亮哎。对耶，只要戴上这顶帽子。就算再黑再深的山洞，我们也不怕了。那我们赶快呀、啊，把这个头灯还给矿工，他就可以带我们去找宝藏了。没错没错，在那之前要先请小朋友站起来，陪我们一起来跳森林之舞，这样我们会更有勇气哦。嗯，赶快起来跳舞喽！手手举起来变成一个香菇，咕咕咕咕咕咕，呱呱咪咪娃娃，和你一起快乐玩游戏，咕咕咕爱跳舞，一起来玩采矿的游戏哦，一二三，敲东西，那我们来挖东西，搬东西。香菇，先把一起扭一扭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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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小黑，天生就乌漆嘛黑。我不是狗狗，也不是猫咪，你猜我是谁？我是小黑，爱闯进你的世界，嘿嘿。我不会咬你，更不会吃你，你是我的哈尼，嘿嘿嘿。无聊的小黑，我不怕你，嘿嘿嘿。我有妈咪。小电筒一起赶走那小黑，小朋友不要怕黑，我们心中有爱有光。
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
下来，你们会不会把手手伸到这里面？看得见我吗？好，那我们把手手放进去之后呢，要把它撑开，中间有个洞，可以看到你们。有看到什么？水龙头。我看到水龙头，水龙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两个手，对，两个手手要起合作，我们把它转转转转转，抹布跟纸拖把的头，把它们套在一起。我怎么转？好厉害，你们两个很棒。另外一边套在一边。对，很厉害。那为什么我不能把刚刚我破掉的袜子丢掉？因为还可以当一个东西，还可以做东西。你们两个很厉害，而且我觉得重新再做一个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玩具。来，而且你们这样玩具就不用丢掉了，如果丢掉的话会怎么样？我有地球生气。你说什么？地球会生气。地球会生气？你怎么知道地球会生气？因为乱丢垃圾，让地球变得很脏，地球就会生气，就会变很热。对，你们两个好厉害哦！那我觉得你们两个，怎么那么多的灰尘？没关系，我们有思思好帮手。思思好帮手哦，就是我们今天有破掉的丝袜，还有舅舅的抹布，一起完成的。现在就要赶快把地上的灰尘全部都吸起来了，看谁吸的最多。你们看我的，你们看我的，你们看在这里，耶，都吸起来了。
家好，我是樱桃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，这样子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之外，还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